的言语毫无意义啊！算了，神话神把神话端删了吧，真删了，真删了，不改了，太蠢了。我本来还能勉强接受一下神话装版本的，他这样改完的话，我感觉巨蠢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遗迹。你 AD 要出狂风就没办法出无尽的，你想一下。啊！怎么四杀了？越塔了吗？我看到你石沉大海了。我上路还兑现的，游戏结束了。谢十二续费的超粉，谢谢十二续费的年费超粉，感谢老板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交闪，那我这边就不用交闪了，真是打完红就来了。谢谢十二送的年费超粉，谢谢，感谢好兄弟。憎恨是小孩子的影子。Thank you。剑魔是没闪，我的闪现还在，我就有机会杀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南枪打这个河蟹，如果唐人在下路，他可能会反上路野区。我先放个眼先，趁剑魔没出来之前，我先下面放一个眼就可以了。又干起来了，清算就要来了，当心炸药桶。哎，他被动好了，打不过呀，他也升级了，我看我快升级了，我感觉能拼，要他也升级了，那确实，要是没升级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杀。他也升级，那我就没想到呀。他经验条肯定是比我多很多。我多么希望这波有人来帮我越他一波，他中血量，不来越我很难受呀。看一下能不能自己动手吧。从岩浆和海水中重生。他一没刷吧，感觉打不了呀，可能会交 Q。 哎呀，半眼，我想 AQ 看一下能不能探死他，主要没地方走了。这不现他也没知道，还好，赚了，这肯定是不亏的。但是我渡城没了，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赚是肯定赚的，这波剑魔雪崩我上路肯定是好打。我刚想在这个草蹲他，但是我想他可能会往草里面 Q 一下，我就没敢蹲，我就走了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你多走两步，你走哪里啊？走这里吗？走那里，剑魔复活出来了，大哥，剑魔已经复活了。你到时候还要多给一个助攻啊，这是真没办法的事。他们的奖励，剑魔亏，剑魔很亏，因为剑魔他没助攻，然后他还亏了三波线。筒子不能打平，哥们不是说温玩不了吗？你怎么一直死啊？
们一起沉默了。西兰达无人伤害很高。烧吧！哎，你怎么把银角？不过还好能上，还好还好。总要后先把一交了，这样很容易被反杀的，你们知道不？就先把位移交了，才容易被剑魔反杀。还记得去年的世界赛吗？就那个猪妹，大海没有记忆，就是 T1 他们那个猪妹直接往剑魔脸上顶，然后被反杀的，就是先把位移交了。当心炸药桶！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齐干宁，给个大招发满一下吧，发一下 ，nice， 不是辅助的人头就还行。两个助攻够了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又一个。更多火药。还装了。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我没看到男枪在哪，螳螂在附近，不怕，敢搞我我就喊螳螂过来，我闪现快好了。下个版本我看了一下，就是有的装备他没改，但是船长出的装备有那么几个都是增强了的，就增加穿甲还有增加攻击力。就唯一比较无语的就是那个驯刃的神话砖属性我不是很满意，减 AD 的。他加点攻击也好呀，我最满意的话就是穿甲。固定穿甲不是百分比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。为什么船长打钱快？他有技能，有经济加成呢，这其中一个问题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清兵效率，你清兵快嘛，清兵快你就可以去刷别的嘛。清兵效率快的话，你很多英雄都可以抓的。你像死哥发育不也很快呀？他就是清野怪效率很快。他还有这好事？还没见过血吧？爽到极点！到时候暗爪换什么？暗爪可能会出木刃，把暗爪换木刃。我看了一下，他那个木刃加成有点变态，不知道会不会改。我刚开播的时候我说了一下子，然后弹幕说改了，改成你一直打他才会有伤害加成。我今天早上看的那个版本是，你技能打到他还会再扣15%的已损失生命值，要把人杀了，1.5秒无敌。啊、这种属性他妈给船长不是更屌吗？但好像又改了，他毕竟是在测试服，这种属性可能就出不了测试服。你想一下，你炸他一桶，炸了1500，然后他血量低了对吧，然后再来一个15%的斩杀，再加你先攻9%的伤害，那想想多牛逼。
然后把人击杀了，还有 1.5 秒没有办法被选取，除了防御塔，就那个塔能打你，但是英雄是没有办法打你的。 1.5 秒 1.5 秒我你妈把人全杀了。 1.5 秒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谁说 1.5 秒无敌？我看装备介绍是这样的呀，他不是隐身，我改为 1.5 秒无法被选取，可没有什么好处。也就是说小鱼的大牙，那十个的大牙完全打不到你，什么 AOE 对你都没效果。之前隐身的话，你 AOE 你像这像那种群伤 AOE 都可以打得到，但他说的是没有办法被选取，那就是打不到你，那跟无敌有什么区别？是远离杀戮，看能不能反个红。无法被选取，不是的，猫咪就是无法被选取啊，但是它会被塔攻击，就跟那个血刃是一样的。你看那个猫咪附体的时候，不死也要吃这个红。那你不是没了？不是跟塞纳的那个差不多，跟猫咪一样，猫咪就是无法被选取，但是会被防御塔攻击。你们忘了吗？就你猫咪在附身在塔下打别人会被塔打的呀，但是别人的话是打不到猫咪的。感觉应该是跟猫咪那种差不多。让懦夫们领教一下重型火炮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鱼人连塔都打不到啊，你鱼人在别人塔下开一，那个塔是打不到你的。对，格温是的，格温那个要近身。猫咪那个是最典型的。看一下能不能把上路二塔拆。都没大呀。烧吧！我吐了出来。无法被选取但会被防御塔攻击只有一个英雄，那就是猫咪。你格温那个的话近身也是可以的，只有猫咪能做到这种情况，那就跟猫咪那种状态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该死！一起沉默了。更多火药。哦，佛爷哥那个被动是吧？捡魂的时候是吧？被割开。好像对哦，佛爷哥捡魂也是无法被选取，但是会被塔攻击。但是佛爷哥那个自己不能动。就捡魂的时候自己不能动，不要以为我不在你们就也不能丢技能。三项全面属性提升还降200块钱，那我只能说生不逢时。大海没有，你现在版本船长不做续任玩不了游戏，勉强能玩，只会玩的很恶心，被动。操了呀！太悬了。
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Supply, motherfucker! 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塞纳那个，塞纳那个不是潜行吗？塞纳那个是不是会被睁眼看到？塞纳那个，我记得塞纳的一是潜行那个。我凉不凉？我凉不凉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他妈教英文的，我怕他传染被改吗？我直接开播一句后来蹦线，弹幕就刷的飞起。重要吗？不重要的。把他们扔给鲨鱼。手机被抢。可蹦线，可惜，警察没了。不要相信比尔吉。蓝天那个加速有没有搞头？我看了，那个捡别人一束变成自己加速，好像挺好玩。但他那个充能，可能你要是一直玩 QQ 流的话，是可以玩一下。就感觉挺有意思的 ，Q 别一下加速跑，对吧？整个电刀，整个电刀蓝切，然后西兰刀，我都想好了，知道吗？整个电刀蓝切，然后再整个西兰刀搞特效流 ，Q 别一下加速跑路，筒子都不用学，怎么回事？妈的，这样要丢大龙的大哥，搞毛呢？不大龙没了吗？哎，算了，给了我拿，我拿个小龙吧。无尽神话被动好像是把他们吊在杀手马加八点攻击万牛逼，泰坦就克威，知道吧？锁头威恩就怕泰坦这种锁头，差一百分算就要来临了，打
恒星炸药桶连起来了。我擦，拽过来了。哎，我还活了，牛逼。太吓人了，主要我没桶。Climb, motherfucker！ 没想到吧？我直接独自掐机，兄弟们，十人十九个，我一人吃鸡。我直接吃鸡。我没说刺激啊，我说的是吃鸡。吃鸡不是这样打的吗？吃鸡啊。我要一路看回比尔吉沃特。要不出个海报，还能买个药。哎，我还没在呢。我擦，我这大招，我看偷多少钱？我偷了妈200多吧，一个大招偷200多，那不得打3000伤害呀？三秒。咋了吗？干嘛呢？好说，把我当人。把脸捅飞满深渊。当心打妖童。想跳了，没事，被我包围了。